和电梯进行通信对话，有效解决了电梯内信号不佳的问题，保障配送精准。智能配送机器人除了能精准配送，还能实现按需自主取货，只需一部手机，轻松一点便可实现便捷购物，让你感受到真正的一触即达。假设我现在想吃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看智能配送机器人的实际表现如何。为了实现取物送物，研发人员打破传统观念，突破产品壁垒，让智能配送机器人和自动贩卖机进行产品互联，利用智能系统实现协同操作，通过自动接驳货柜、自动对接商品、自动配送商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取送一体化，让生活更便利，让配送更轻松。智能配送机器人能自主完成取货和送货任务，节约时间成本，使得配送工作变得更加的轻松省心。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配送机器人与其他产品的关联性将会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准。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智能骑行。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日常短途出行，有不少人会选择方便、快捷的电动车。智能电动车的出现，又在电动车便捷的基础上，增加了对骑行者人身安全、电动车停放、能源存储等方面的多重防护，为选择电动车出行的人们保驾护航。智能电动车拥有高精度控制系统、重量传感器和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它们能够帮助人们在骑行时得到更舒适、安全的骑行体验。使用智能电动车无需随身携带钥匙，通过手机即可解锁车辆。解锁后的智能电动车需要满足编程回收且坐垫处的重量传感器感应到的重量不低于6000克，才能顺利进入行驶状态。如此就能够避免人们因为忘记收起编撑或没坐稳时驱动电动车而造成意外事故的发生。
除了日常上路行驶，还包括核心能源的充电供给。智能电动车采用汽车级动力电芯，可以通过内部智能管理模块的计算与控制，帮助电池管理系统对电池包内的多块电池单元进行充电或放电控制，使电池组中的每块电池处于能量储存相对均衡的状态，达到提高电池组整体寿命、提升功能效率的结果。智能电动车为短途出行的人们提供了更便捷、舒适的骑行体验，同时依靠科技的力量，让电动车拥有了更多智能化、人性化的设计，为大家的骑行安全保驾护航。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3D 智能体测镜。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以前啊，我总是为每天穿什么而发愁，平时买衣服更是头疼，大家或许也有相似的困扰吧。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款能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科技产品，走，一起去看看吧。伴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应用，服装行业也进入了数字化转型的热潮，一种全新的购物体验由此开始了。这面看似平平无奇的穿衣镜，其实就是我今天的穿搭顾问。它能够针对使用者的体型特点进行深度分析，结合大数据，给出具有针对性的专业穿搭推荐。我现在就来体验一下。3D 智能体测镜通过 3D 结构光传感器，可全方位进行毫米级精度扫描，一分钟即可获取人体的128项体征数据，快速搭建1:1真实 3D 人体模型，同时将使用者的身形体态进行立体化呈现。所以啊，依靠扫描数据， 3D 智能体测镜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地锁定服装类型和相应尺码，并将穿搭建议同步呈现在手机 APP 中，供我们参考选购。除此之外， 3D 智能体测镜配备的三维骨骼点检测技术和体能测评系统，还可以在健康运动领域为使用者提供专业帮助。平时我们可能会因为不良坐姿或运动习惯造成体态变化，甚至影响骨骼形态，例如高低肩、头前引等。这款 3D 智能体测镜生成的体态报告可以帮助我们尽早发现体态问题，做到及时改善和矫正。利用三维骨骼点检测技术， 3D 智能体测镜能够对人体肩部、腰臀、腿部、腹部、背部等多项体态进行健康诊断，通过 3D 模型呈现相应体态状况，同时结合专业建议给出相应的改善方案。这款多功能的 3D 智能体测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科学有效地进行身材管理，还能够在青少年成长监测、人体工学设计、虚拟现实技术等领域为大家提供更多便利。